我赚够3000万就收手，祝你后如轮转，100万利。你还年轻，3000万不够，3亿，3亿就一辈子不愁了。不过够不够看自己。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不想做了，就过来找我，一块钓钓鱼。好，不要钱。阿总，投降吧，外面全是警察。什么？我才不怕。妹妹。6碗面，要多久？10分钟。行，我们出去办点事情。等一下有几个警察叔叔会过来查。告诉我，我请客。今年年初，13枪，抢走150多万黄金。他们好像一直都比我们快一点。